啊，无法度啊，因为这个纸老灰吼。老灰。嗯。其实有人很喜欢的，像上次我不是写了几个那个作品，那个是老妹，一点的，伊讲哦，老师我要黄灰色的纸，一指定要这种纸。啊，其实我是没有，我是表情没有形意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多。不用再去买，它是全开没有，我就买了，再去买全开的。好啊，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行草书的典型就是这样的，没错了哈。然后除了大小错漏之外，它的空间哈，空间就比较有时候疏，有时候密，有时候有一点白也可能哦，所以比较自由自在。但是大部分第一个字下去就要重一点，因为让它分量压下去嘛。你看这个第一个太单薄，以后就会觉得说，你那个有的外面呢，里面都比它重比较大，所以好像撑不住的感觉哈。好，这还不错，但是要记得，因为你这边有一点斜哈，因为这个没有楷书一样的方式，就是这里有点斜，要注意一下哈。然后这个风怪怪的，风要会斜啊。上过来都会点到这里来，安呢？哇，你这个会被质疑，所以这里是在整上面猛的，你是做做样子，反正我风里面随便玩一个东西就好，也不是这样啊。但是我曾经看过大悟他写对联，有一个写的不错的，就这样写，也 OK， 那写习惯了，写成自己的风格就 OK 了哈。好，这个座可以，但是这个座哈，如果要写草书的座是这样，两点这样画过来，再写下来，这样还是写成这样也可以，变草书了哈。啊，这个曲也可以的哈，按写一二三往这边带哈，按过来，龙穗，这个穗哦，看不吧，你要东西要出来，你的笔画哦。当然你可以说我要写成比较空灵一点的也可以，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写空灵就墨湿一点，让它稍微有一点阴阴的感觉就 OK 了。不消残酒。好，残 OK 了齁。但是最好是往下，不要往旁边，往旁边会怪怪。这样过来对不对，上去有时候是这样上去，往下按下来。一点两点都没有问题齁。就 OK 了齁。试问，那这三个字存在这里，有一点点的让你的这个字不够活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，所以可以改一下，比如说，往下写，好，你看一下哈，残酒，残这样写，酒完了连在一起，残酒，所以说老师有人用力用了这么多，结果写起来不一定好看，没错，因为你把笔画写得很重很多，倒不如随便写一把字形安排一下反而更漂亮。好，是好，重只有这里重就好，这里就不用重。是问呢不如这样就好，然后连在一起，然后呢卷从这里过来往上提，这样过来。是问卷帘人帘呢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往这边带上去，然后这样过来，来到这里哦，这样过来，马上就感觉不一样啊。所以你这个帘这里要写好，好，所以你写到我们好，却到，然后呢，到了到这里，到我刚刚讲说，有人就说。这个捺不要有，所以呢，捺你捺一半也可以，捺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如果有东西还可以走，如果没有就这样子，海棠，海从这里下来，往上提下来，然后到这里，直接进来就比较有那个什么行气，海棠，好，依旧，OK 了。那一啊，底下的脚稍微长一点会更好看。比如说我写草书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点在这里，这就是一。好，
然后呢，这个就安息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往上提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依旧，知否？你看，哎，我今天怎么那么神？就跟你说知否，知否，就写知否，知否。哎，所以这个麻烦，到底你是，我们要点两点呢？这个也很难点两点啊，所以也是有蛮尴尬的哈。知，点两点哈，否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变成这样好不好？我知否。要支付好，应呢是从这里过来，一点两点这样过来，应是下来往旁边走，出去应是绿肥红瘦，绿肥红瘦 OK 了哈，这个瘦可以这样写，看它瘦的写法，这样过来，一二三这样下上来，往旁边出去，瘦再加油再加油，很棒啊！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些空间加油，好棒！好，来换这里，这孟虫哦，孟虫那高通电的有较好啦，有较好有较好，这快讲，好像那个视频里面都说你这个字是写的吴奇真的吗？他不都不讲，都不讲，人家都猜，就很神秘啊。好，这里很好，这里也不错，这里也不错，但是那个青不好看，所以写书法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什么？你通通会写，对不对？有人呢写不多就不会写，会现出原形。什么原形呢？就是原来你写什么楷书就很像那个楷书，就没有帖子的味道，没有书法的变化。比如说这个青就变成这样，所以你要怎么写？来。青有几种写法，就牵涉到心你怎么写。如果你写心连的心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一二三，这样过来，过来，或者是这样过来，你把心连的心拿到这里来用啊，一样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用脑筋想，然后常常要记得说，我写过。如果你没写过，你就写的太少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恢复到说要撇出去的，那你写突然间写错了，是不是？哪有写成这样再写？写错，写错，对呀，好，亲友如相问，相不要太直，相可以这样写，弯，这样给它美感，好不好？那是它有落差，但是。如果你写成这样就太硬了，但香如果依照这个什么，他们的写法可以这样写，也是香，那个不知道是黄羲之还是顾亭也是这样写一片冰心在一壶，OK 啦，这个壶呢，这个我上次讲过说一个曲在里面，OK，你可以写成中正的，也可以写成成功的。或者是往外斜的，也是可以。那你看你的情境安排，所以到后来可能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感觉在里面，就说不是完全字体是直的，我就写直的。如果我可不可以歪一下？搞不好效果很好，那就很棒，懂吗？所以越写到后来越有自己的要书写那种感觉在里面，自己也都丢了，了解吗？好，不错，加油！孟虫这张写不错，就是这个字的问题其他都没有问题好，神奇。书卷的。来，列啊，好，想要赶紧点名。好，没有写名字啦，为什么？因为好不容易把下面都排齐。为什么？我是看大 A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这边较空。这边较精，这边较干，这边个粗鱼，粗鱼的意思是斜掉了吧？所以这个写的不好看，所以写到这里要怎么办？也不能写啊。
那基本上你要补就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就不会让它斜，那怎么办？折格子之外折中线，听到没？啊，折中线，你有吗？你只有折格子吧？还是连格子都没有？有的人有洁癖呢，你告诉他说你要折格子，他也没讲不要，他来的时候永远就不折格子。他说老师我不喜欢，逼他才说老师我不喜欢折格子。啊，可是折格子是最方便的。有人说那我老师我不要，中间底下垫那个就好了，垫我不喜欢看底下的东西，这样瞧来就好，你等于啊外底过来个对几杆，外底又对几杆啊，烦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如折起来。然后呢，除了折一行之外，中间再折一条，为什么？间折吗？对，那以防万一啊，你从中线走往左边、右边这样横跨写，这样会很好看。它不只是中线哦，因为你旁边是这里嘛，啊，你可以写到边，然后歪过来、歪过来，所以基本上你的行距一定要照顾到这样。比如说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在写字的时候，春风写草书，哦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这样写？也可以啊，大雅，哦，大雅，能，可不可以这样写？容物，哦，你当然说可以啊，我老师逼着你问都可以的，哦。秋水文章，草书怎样来啊？不染尘，不染哦，染可以这样写。好，草书它都是跨，可以跨格子的，那不要让你的字通通在中间来而已。他还是可以过去跟人家交流的，有没有？过去交流的，按下也丰富在热闹啊。但是也不能说，因为你要这个理念，说我一直往外扩不行，我穿出去就很好看。我穿出去啊，那我留在旁边，然后在右边，在左边，好像也很特别，可以试试看，哦，好不好？那我那本是没有办法这样子，因为我那本。那样做的话也会变慢。好，然后看素绢的，素绢的，唇齿动征者不错啊，正朵了哈，很漂亮。刻形，这个刻要会写，来看一下，这样刻，这样过来，往上提，往上面，对不对？下来，再往旁边，再往下，这样过来，不一定要往下来。哦，你是往右左下来会更好看，好，哦，哎，好，背不好看，那背要怎么写？可以写成扁一点点这样过来会比较好看，然后甚至于背可以这样写，这也是背，哦，背故乡哈，鸡声茅店月，人迹点不要点太上面，点到下来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吊着电管，我看就改右的，哦，安尼过啊哈。好不好？人机板桥霜，不错，你写的很好。哦，湖月落山路，这个山要会写，你看一下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上去往旁边堆过来，所以变成这样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样就看较无了哈。哦，紫花，明义桥，阴诗，诗如果要简单写，就是这样一半。啊，那这样就是，好不好？杜陵梦，好，你看一下杜陵梦，啊，那哈，弯曲一，它是画哦，不是点哦，啊，那过来，往外，啊，得啊，哦，杜陵梦，鸡雁满回塘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回比较好看，啊，那，好，一点点，然后到这里来。老师，那个鸡怎么写？鸡
这样哈、哦，一个鸟嘛哈，这样过来哈、哦，一二三，安尼过来哈、哦，安尼倒好啊，一个字慢慢写，哦，好，名家己写，下惯习，哦，写习惯了，要不然也不想写，因为写完以后一大堆都没有数你了。我看网络上的都是你的，都没落款啊。好，修锤。来，这是斜杠的啊、斜杠很大气啊、好，这个锤这里，好，你看啊、如果是这样，你这个不宜太斜，就是塞稍微直一点，再下来会比较好。按来哈，直的下来，往旁边接过来，啊，这样过来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太小，这个要过来一点点，啊，好不好？你这位没顺，要注意哦。它几种写法，写给你看。那个密字旁哦，一二三，这是一种。哦啊，这个一种，或者是哎、啊、哦，我们神隐墨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当然也有这样的。然后呢，绝啊，绝像孙过庭写的那个绝是这样写，你看一下哦，我翻给你看，来，哦，要对这个字体有信心，因为我发现孙过庭这个绝很道地，好，夫自古之善书者，这是善。书法的书，汉魏有中章之绝，记忆，好、哦，很经典哦。所以我说写书法不一定要从头写到尾，第一下看最后一个字三千多个字，你写写都袂记啊。你若这段吼、这几年背起来吼，哇，永远记得。所以不要说啊，我写越多越好。越多你看怎么写啊？有一种叫做分步练习，有一种叫做集中练习。那像这种的应该是分步加集中，就是一小段就可以了，按它记得掉。比如说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280几字，你嘛无一点功，爱从什么什么永和九年开始写，啊，写到最后功380几字，要一江有百于诗文，结果呢？结果从头写到尾忘记了，但是我永远记得，第一个字是永和九年，最后是一江有感也是。可是如果你把它写成一段，还好好的领略一段，还写个几十遍，哦，那几个字永远记得，怎么写？然后呢，锁了以后再下一段就很棒。现在鱼啊，鱼是这样写哈，奇鱼，结轮哦，这个是绝哦，这个是绝哦，这两个是绝哦。哦啊，这个轮哦，轮就是那个伦理的轮啊，其余不足足脚那个足哦，不足观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啦，其余不足观，可谓中章西线俱之。又云无书比之中章，中当抗行，抗就是跟他有点好像竞争的感觉哈、哦，后卫过之。啊、后卫过之，也有人说可能你比较好哦，张学张草，犹当宴行，差不多了哈、哦，所以你若从第一个开始讲，那就很好讲了哈、啊。好，来，讲伤侪解袂去，好，这个就要紧凑一点，这个太松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。翻过来，哦，这个太宽了，先拉宽一点点哈、哦，可以了哈、哦。哎，为什么字那么斜，那么长？你这是因为28格哈，啊，字都写太长了啊。凤冠轻，这字很漂亮，但是太长了哈、哦。周要会写这样写，安呢，这样过来，哎。其实不用啊，这样过来就好了。
哎，哦，说，啊，这是多啊，今日领元同旦暮，兼月立兄等，兼月兄等。啊，安怎呢？你可以找几个能够拉长的，拉长的话，其他字写正常的，不要每个字都写长长的，然后结果没有特别长的，就感觉没有感觉了。所以呢，好吧，那我就签行就写行，写长一点啊，写到这里有一个再长一点的，你哦，比如说什么尖啊、行啊，或者是枝啊，哦，这个枝，你不要的不写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枝可以写成这样，拉长了嘛，这个字就抵两个字啊，啊，这个行让长也是抵两个字啊，啊，接着像正常的话，没关系啊，你大字拢长长啊，大字也无长也无短，很好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尖月鸟哦，所以亏亏了哈、哦，可怜啊、哦，可怜。那可也可以拉长啊，比如说可，我不是常常写这样啊，或者是啊、哦，或者是这样哦，可怜同听不知愁，字是写还蛮美的哈、哦，要多练哈、哦、啊，不要一直画长，所以28个字要写长。你就写40个字三行，先写你看，啊，再来写28个字写对开很难写，这是高难度。你最好把40个字写，能够写漂亮最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好加油哈！哎、嗯，来，公料也料美金哈。谁的？谁爱人哦？好。所以我记得你上次有写，但是有大大小小，对不对？这次有没有改进？感觉还是大大小小。啊，嘿嘿啊，你现在大，这个大一点，好不好？有了啊，你自己再看一下吧，然后不要写成这个大的太多，这个太大啊，其他都还好啊，晒啊，哎，还不错啦，但是这个字太小了，明明字会写大的，他写的小。这些都还不错，中文哦，啊，这个要稍微长一点，不要后面长啊，很长一点。好，啊，写两个字给你哈，比如说啊，千万峰，比如说我们写万，理论上如果要写小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嘞哈，下来往上面提，这样过来，高加哈，高加，这样写到这里来，从外往内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下来，再弯过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告家上来，我上来中间上来，哦，安得后啊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中，好，这样过来。那你也记得讲，唔要写上大字啊，吼，就是看清楚。然后呢，这都还不错，这都很漂亮哦，胸也很美哦。看太小了，写大一点。从这里过来，往旁边出去。好、哦，靠家。好、哦，我再写宽一点。哦，前这个理怎么怪怪的？理应该是这样啊，这样对不对？连一点，然后从这里，好，啊，加油哈！啊，名字有稍微点歪哦，好，来这个谁的？男和读书史哈。你是女生，喜欢写男女的，造帖子。好好好，没写。好，现在袂歹了哈，这距离爱两下，爱下也碎。阿拉讲呢，距离这个主要笔画是这一画，这个叫做捺，斜捺。你看一下哈，这画画到这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往上提按，这样对不对？一二，从这里直的下来对不对？慢慢再弯过来。
这段要直的，然后从这里下往上往直的按重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往旁边出去。哦，啊，你才想等你啊，好，好啊，这里描到那去，啊，有一点描过，感觉重笔太多会看得出来。好啊，直的，对不对？斜过来，对不对？勾起来，点在这里，哦。啊，这修大力啊，太大。比例啊，就是那个结构。哦，我就是那个唱歌的比例。不是啊，那大小的那个。比例这摆唔捌出来哦。没关系。嘿嘿嘿，他儿子很好。比例儿子是谁？没有发了。也没有花了，但是加昂，然后就上面做汤好了。啊，对。眼睛看知道了。我只知道他的名字。哎呀。知道他在唱歌，就这样。对呀、啊。但是他的女儿好像怪怪的。啊，他有女儿、啊。哦，他的女儿是不是？就是刺，就是刺青刺的很多、啊，还、哦、有。嗯现在这种也是，没有见过。好，我不会写这个字。对啊，你书也不会写。嗯，对。来看一下，老师专门专治疑难杂症。然后拍下来，让我画下的点。嗯，那看你的书都很美，可是自己就写出来，怎么就是好了呀。老师写太多遍了。我拢写人不爱写。写人。老师，你那个帖子的话，那个中间那个是有出来的，那是可以。没关系啊，都可以，一点点没有关系啊。最主要是这个距离要一样、哦，然后安排要好看，也不差了，出来不出来没有差。哦，那读了你看看，读不好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两边落差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脉不好写。对不对？对，那设计那个脉哦，中间的比例跟下面有相差。嗯，实在那个脉真的不好写，那只好怎样写细一点笔画，然后往右上抬，然后有点垫脚就那种感觉。我是有发现你是这样子在写，可是我就是写不出来你那样子的细、那个细，我不知道。给他笔用笔尖写的很细、然后这样写。那你当然你可以撇出来，往里面再往外撇。这已经撑高了一点，然后再点回来，好嘞。谢谢。嘿，加油了哈！谢谢谢谢。都写的还不错，来，来，还有呢，是谁的？见官红尘啊、哦，这个总要过来一点，这个过来一点点了哈、哦。写太小了，再加油。字很美，但是这个腹不好看、为什么？这个填太大了。你属于讲残胶太厚了。田巧啊，进有进步啊，右你要记得我那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左让右，右边稍微宽一点，也还是小一点点啊。然后这个官帖不好看，这个为什么呢？你是没有往下来，没有看字帖的啊。真写得很漂亮，做起来都是没有写好，是没有写好啊。好啊，这个反呢，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跟谁那个剑不帮你写，写官。哎、我记得帮你写过官了。官了。哦。我来看一下官怎么写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你官只能写到这样。哦。然后呢，口。口。那也不能写到，哎。哦，然后这样过来对不对？这样下来，这样过来。一二三，从这里过来哦，然后从这里上来，往上提下来，一二上去，然后下来，可以这样下来了哈、哦，然后从这里一起，好、哦，一起哦，你是这里没有写好，往上提，这个官写不好，你别想抄心经，D
第一个字就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抄心经，你惯例一样会写，哦，你也一样啊。写行书如果惯不会写，第一个字就会换很多字啊。哦，惯，好，你说哪一个？富富，我看那个广告哈，那个预收。